大家好，我是小李虎，今天就不给大家拍段子了。今天这个视频是一个特殊的视频，不搞笑，但是我希望大家能把这个视频给看完，非常感谢。有一群来自于星星的孩子，他们的世界其实很简单，比我们更纯净。什么是来自于星星的孩子呢？他们可能不喜欢说话，或者说话晚，不懂得手势、表情等其他非言形式上的交流。他们可能不爱搭理人，不爱与他人玩耍，不爱与他人分享，他们也不懂得幽默玩笑等背后的意义。他们可能会过度的关注或者痴迷于某一种感兴趣的物品和活动，比如说重复的开关门，重复的打开水龙头，重复的上下坐电梯等等。每一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，哪怕他生活在另外一个星球上。如果你身边有来自于星星的孩子，请多给他一点耐心，一点理解，一点肯定，哪怕只有一点点，对于他们来说都是一种鼓励，因为他们也渴望交流，也渴望被关注，很可能只是他们不知道如何去表达。咱们能帮忙转发的，帮忙转发一下，非常感谢。